大家好，我是三少啊。前段时间呢，咱们就站死了个拉布拉多叫樱桃，然后死了以后呢，医院就给我录了点视频发过来了，然后我就发网上去了。这底下评论呢，这样这帮不是人揍的，就趁虚而入了。啊，我又害狗了，我又什么耽误了给狗？你都不懂来龙去脉，你要不会说人话，你就别说。你挨家这几家医院去打听打听，我耽没耽误？啊，这是第一点，我又坑咱家什么大姐钱了，我坑你的了吗？就给樱桃治病是咱家拉毛姐，人家说了，樱桃的费用我全出全管了，知道了吧？这是大姐愿意为樱桃付出，而且这钱是给医院的，听明白了不？都是一对一，医院要多些我给多些，听明白了吗？所有这三家医院我去过樱桃治病的，跟我没有一毛钱利益关系。啊，记住了，能听懂人话不？今天我咋的犯小人了？你知不知你那个嘴生个一人半女的了？要不行，我给你扇了吧，把你那个嘴，给你那嘴敲了吧。来龙去脉咋回事呢？是年前发现樱桃吧，就极度消瘦，然后呢，大家伙也说三家狗不对，说赶紧送医院吧。我寻思是冷的和冻的呢，送到本地医院一查是糖尿病胰腺炎。这么的呢，我本地医院呢给治那个糖尿病胰腺炎嘛，治好过好几个了。完我就寻思搁本地治吧，大过年我也不愿意往长途跑，往那大医院那好几百公里往那跑，自己开车挺老远的，来回的，一个来回500公里，500多公里。就这么的搁本地医院治，治完了呢，治到差不多了十来天，人说能出院了，说回家少吃，然后就这么的给接回了。接回来以后人就放假了，放假这在家待头几天挺好，这不马上过年了，头几天挺好，后两天就不吃东西就吐。这过年了，一打电话，人家说不回来呀，没法回来，放假了。给这个大医院打电话，大医院说初四上班，你初四送来。这初二的这狗就不行了，就一劲吐，一口饭不吃。我就初四等不了了，我这么的，我一联系了齐齐哈尔益丰宠物医院，联系到那儿了，那把狗送到那儿去了。大年初二送到那儿以后，到那还按胰腺炎、糖尿病治的，治完了以后，治了一段时间呢，还是不行。不行呢，在咱家拉毛姐说三少不行，咱给转院吧，转到安安去吧。这么又转到安安医院，到安安医院一查那啥，肠套叠，就是肠子钻肠子里，上下不通了，粘连了，这肠子钻肠子套上了。就这么的，安安医院说进行手术，我不手术就完了，说手术也希望不大，就这么手术了。手术完了呢，第二天不第三天死了，就过程就这么个过程。你要能做到我这样啊，真的，就稀罕狗能做到我这样，你都不枉为人呐。你是个人揍吗？说那话，你又没好揍，真的。